我叫高伟，今年68岁，是地地道道的武汉人。我们今天带来这个陀螺呢，是接近2000斤。要想完转这个陀螺呢，要得20多个人配合好，才能把它完转。要起义吗？要！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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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！我们武汉有一种码头文化。我们武汉啊的，从小的都在江边呐、那个道场上的三五成群的人玩那个陀螺，而且玩的精力越玩越大。为了锻炼身体啊，我们从10斤的陀螺在打起，是越打越大的，打300斤，甚至到了1000斤以上，身体呢是越打越舒服，精神越打越好。玩陀螺呢，我们结识了不少的朋友。我带领他们呢去外地的表演过，把我们武汉的这个陀螺、武汉的文化、武汉的精神展示给全国人民。2020年这一年我们都不容易，特别是我们武汉人，这个贴了武汉福的这个陀螺，它象征一个转运符。新的一年里，希望好运转起来，把福气、好运转到大家身边。